戦線中セミン呼吸17の肩一晩長かい耶、没错，最近火红的《鬼灭之刃》，今天我就来当一天《鬼灭之刃》的实习生。让我们欢迎以太击剑馆的陈教练。嗨，我是以太击剑的教练陈博旭。你从事这个击剑的运动项目大概有多长一段时间了？9年，今年是第10年了。哦，今年第10年。嗯，什么时候开始去接触这个项目？国一开始。国一开始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吗？还是说不爱读书？因为当初一开始是我是田径，哦，你是田径，是长跑，短跑，刚好国中又有西洋剑这个校队，然后就开始了击剑生涯。一开始是因为喜欢所以才接触嘛？嗯，那你接触这么长一段时间，你还会喜欢吗？到后面应该是变成一种习惯，是把运动当成习惯，还是把击剑这个项目当成习惯？把击剑这个项目当作习惯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请教练来介绍一下我们击剑的必要的装备。这是我们的剑服，这是我们的剑裤，还有呢，然后它攻击范围就是你所看到全部白色的地方都可以做攻击。它攻击的方法是用刺的，它这边有一个叫箭头，它会有一个承重力量，按刺下去，然后它就会得分。然后还有所谓的。是感应的吗？还是说它是靠那个力道来去判断有没有攻击？会接那个机器，就是我们身上后面会绑一条叫做声线的东西。所以它是衣服是哎，机器是跟这个是感应的，还是？对，它会插在这边，这边有洞，这边。哦。它那个线不是在衣服上面吗？对啊，然后它是衣服上面，然后它有一条手线会插在这边，然后另外一条会插在。我们都叫那个叫乌龟，然后就是两边都会。盾剑的话，它跟刚刚那个锐剑一样，攻击也是有箭头的，也是用刺的。然后它攻击有效部位只有身体上半身，不包括四肢。为什么这个是无袖的，可是这个是有袖的？这个就是下一个要介绍的军刀。哦，这是军刀。哦，所以说这个是盾剑的，然后锐剑，然后军刀这样子。那军刀的部分呢？军刀有效部位就是上半身全部，不包括手掌而已。所以说连脖子这些也都算。对，它这个头全部都是有效部位。哦，全也是就对了。我们全部里面都要穿那个剑服剑裤，然后外面再加这个，只有锐剑是直接穿全白这样子。哦，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是军刀的话，我们是要穿这一套，然后再加这个。嗯，哦，那你不会想说，因为是军刀嘛，想说会不会想说玩这个长剑？偶尔都还是会轮流，可能有时候会打一下锐剑，有时候打盾剑。可是我专长主要还是军刀为主。因为这几个的攻击方式好像是不太一样，因为我听说军刀的话就有点类似像武侠片那样子对打。对，因为盾剑跟锐剑都是用刺的嘛，然后我们军刀比较特别，它是用刀刃。它是用劈砍的方法去得分。哦，我看到这个是那个线就对了。嗯，这个就是要我刚才说要插在身体后面的一个。啊，乌龟就对了。好像有一个预备线，然后跟后面是一个底线，是吗？对，我们预备线中间会隔4公尺，就是两边双方都会站在预备线那边最前面那边。这个好特别哦，这怎么拿？它这个叫枪式握法，它是右手。这样子哦，虎口是在这个位置，就像拿枪一样哦，这样子。一种是长，就像那种长的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就讲刀剑，因为我对刀剑比较有兴趣，我们就讲刀剑就好。军刀，因为既然都说它是花招比较多，那身体的部分会有受到限制吗？军刀的部分的话，身体限制是比较少，你只要后脚不要超过前脚。就假设我是右撇子，那我的身体就是要一直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。对，要一直呈现的状态。然后我身体是可以动的。身体可以动。然后我攻击就是任意这样子。嗯，那几乎这个规则好像比较简单。比较简单吗？也可以这样讲。就是感觉就是一种无差别进攻的感觉。哎，这个就有分我们攻击权之分，就是可能裁判和安嘎回阿磊的时候，看谁第一步先出来，那个人就有所谓的攻击权。你说先出来是指超出预备线的时候？对，就是第一步，你走出了第一步，
两边看着比较快的话，等裁判喊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是要踩出那一步。嗯，好，那等一下就是请教练稍微教一下我一些基本脚步。脚步其实就是侧垫步嘛，就跟我们其实羽球是一样的。哦，对，对，对吧？就脚步就不用了，主要是上半身在击剑的时候。哦，这个质感做得很好，这个戴手套。一开始进的话就是尬，要手套，好这边，好，哎，这样子，这是对你对面的进，就他是裁判，我们要面向他这样子。剑，嗯，就要面对他。哦，这样子吗？没有没有，就这样子哦。哦，这样就好。就这样子，然后跟对手，然后就回来预备线，然后戴面罩就可以对。脚是这样子嘛？然后再稍微往下蹲。嗯。然后剑是这个要朝外面，这就是安打的姿势。朝外面。嗯。尬，这个叫尬。我们尬要朝外面。嗯。然后这个就是安打姿势这样子。嗯。然后这要拿出去一点，你要防护你的这边。因为也是左边的关系啊。没有没有，不管如果是用这边的话，一样你那边要拿好，不然会这样被我打到。可是你有可能从这边这样过来，还不是也是一样吗？所以如果我打这边的话，就等一下会交到的，就是波挡的分位。所以现在先好复杂。来，我们现在先练基本的身手就好。好啊。好，这样。对，然后打到完就停下。哦，这样。然后我会给你一个回去的动作。好，这样就回去。对，就直接，没有，就直接拿回来，好像，嗯。到这边，我们这一样都用这两只要做这个，你打下去才会有那个力道，不然你每下都用摸又摸的，好，做起来。
现在这样玩下来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权利啦。有，没权利。因为有时候你在加速的时候，其实我看不到的不是你的人的动作，剑是剑，嗯，因为它很细。那如果再加上，如果说你今天是前进图示的话，它的剑是可以看的范围又很小，嗯，就是你几乎是看不到那个可以防守的目标。再加上你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，你是这样子哎，要去做诱导。哦，因为其实最后，因为其实是我要进攻嘛，嗯，对，然后你是要防守，就我在往前蹬的时候，你就是等整直接整个收了，嗯，可是你在进攻在上来的时候，你是整个画圈的，看我说看我要怎么防守，这样也不是，这样也不是，那就要看最后下手那个位置在哪里。如果对击剑有兴趣的，或者对有氧拳击有兴趣的，可以分享这个影片，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想要体验。那今天呢，就谢谢我们的陈教练，让我们体验一下我们击剑这个课程。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大家分享。想看我拍什么类型的运动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哦。我们下次见。